啊，欢迎二位！哎，今天怎么三缺一？对，听说王源是因为学业的关系今天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对，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，我们是 TFBOYS， 欢迎欢迎，来我们往前站一下哈。太欢迎你们了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同时间要兼顾学业和演艺其实真的挺辛苦的。我想知道你们平时是怎么去抒发自己的压力，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？一般因为我当时是正好也是高考，也很紧张，也压力也挺大的。对，但是因为就是还是就是希望能够考好一点。所以今天你们两个人功课好一点，然后王源是因为课业的关系在努力背书的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对，真的在背书哦。你还对还不认真。对，我们两个课也比较好。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王源。非常遗憾，因为正在复习的原因，没有办法如约出席第11届音乐盛典密布会。但是我的兄弟们会在现场，带着我的热情一起为大家送上精彩的表演，而我也会在屏幕前为大家加油，与大家一起享受。